电了，我拍的吗？啊，我在你看那里。好，尽尽量让头发显出来，看上去多一点，因为你头发实在太少。再换个姿势。那换什么姿势啊？我出场费很高的。这样我可以不用。好 ，OK 啊。用个手机绑一下。哎，上个相打个招呼。这红绳是干嘛的？把它绑起来，绑起来就在这里，否则的话会乱，乱的，否则会散乱。用这个的话，它会滑下来。对，你剪下来，不要我帮你放哪里了？剪下来，头发肯定不能随便一扔的，对吧？现在不是30万以下算贫穷吗？什么什么算贫穷？30万以下年收入算贫穷吗？是年收入还是月收入？年收入呀。哦。哇，玩我的头发。没有没有，都已经拉直了，马上就没得玩了。为什么都把饭？我现在还不到，所以我要努力一下。努力吗？不可能。如果你不到的话，你房贷怎么还呢？啊，买比较早的话可以。买早。那其他你不走？不干嘛？啊？最起码一零口。平均你们现在多少来？我去年毕业的时候在上海5000。在上海5000，五千你是税后还是税前？都是。啊？我再算一下。税前。因为我们到手就3000多呀。没有，到手4300。他那税越高，那扣。感觉一下就扣到这样。税，他是钱越多，扣的越多。一般50万的话拿到手就39。你有没有感觉一下？啊？我有点紧张。大概摸一下，就这样子。好吧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我年收30万还贫穷，都是3万，3万。对啊，30万。现在，现在我们都是贫穷，感觉。哦，他不是年收，他是家庭年收入，是那个不是个人家庭的，就你现在跟你没结婚就跟你父母一个家庭，如果你结婚就跟他一个家庭，哎，跟他一个家庭的话，哦不，36万不是35，就你们平你们要平均一个人18万，也蛮多家庭不达不到的，18万，那一个月大概要15000这样子，对，15000。不，你40万，我付40万。你完他老公，你完老公完成30万，你完成6万不好了。6万也完成不了。他付4万，他说。做点贡献对吧？他就花就行了。花子也不管，花不管这个，他是管收入的。哎，不过现在这年头，男人养女人天经地义。不过男人如果找个比钱自己多的老婆的话，其实压力蛮大的。行，差不多。后面因为骚布是骚布，所以话会刻了点。你身高1.7米应该有的感觉。哦。哎，我感觉我现在要对你是仰视。
好了，剪了啊。嗯。还有干嘛？那个人。给你最后留个纪念。就这位小的。好，开始剪了啊。这位小的，好吧。这里下到了啊，一二三啊，一二，看录了没有？啊，录了，一二。我觉得你好痛。下面往上扯。再往上扯了，因为回头话不想往上当剪高了。不好吧？好了吗？好，等一下，别动，稍微等一下。我要摸一下我的头发了。先别动，我把那个碎屑什么的。我看我有那个刷子吧，给你刷一下吧。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。啊？你拿头发帮你拍张照。哎，好顺的啊！你拍我，你好顺的吗？哎，这个还拍吗？拍张照吧，你拿着拍张照，你拿拍。我不是主人。好心痛。好，你修电了，我拍的吗？啊，在你看的脸。好，我尽量让头发显出来，看上去多一点，因为你头发实在太少。哎，再换个姿势。那换什么姿势啊？你哪里？我出场费很高的。这样我可以不用拍到你的脸了，我直接那个调好角度就可以了。那就这样，我直接好 ，OK， 搞定。我剪我的头发。